因为比赛是一种方式让你来成长。比赛得奖虽然是一个目标，但是在这个目标的路途上，其实还有许多更有价值的事情。我那时候会当选手，是因为我就觉得，如果继续这样上课上下来，好像最后就读高中差不多这样，我就觉得应该要当个选手，比较能够学到一点不一样。我觉得技职教育的精髓就是要去试着做做看，不去做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江大宏是第44届造人景观选手。